进去，盖起来，15分钟就可以了。农委会主委陈吉仲穿上围裙，虚心向主厨求教，亲手将烘焙石斑鱼放入水果中，再淋上特调酱汁，清爽的哈密瓜石斑鱼沙拉中，简单就能上菜。面对中国禁止输入台湾石斑鱼，现在企业站出来行动，力挺渔民。现在要处理的，就是3600多公吨，陆续我们获得的所有的内销要处理的数量，目前已经比我们原先预期的大幅度的增加很多。当季的石斑鱼肉质 Q 弹，还有丰富的营养价值，非常适合夏季食补。低胆固醇，然后它有高蛋白质，然后有维生素，高维生素，然后有 DHA， 巩固牙齿，骨骼也会比较强壮，然后对免疫力可以提升。考量到鲜鱼有一定的保存时限，现在也有真空冷冻包装的石斑鱼，简单退冰后，上班族下班了也能简单料理。你们鱼会都已经帮我们三清处理好了啊，都已经是鱼头、鱼鳞、鱼骨全部都清理完毕，所以民众只要买回家，只要把真空包袋打开就可以料理。配合超商、电视购物和社群合作，不用到市场也能买到优质石斑鱼，还配合好康促销，吸引消费者用行动支持渔民，也让石斑鱼的美味传递给更多人。华视新闻张道勇、沈丽蓉台北报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奶鱼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